啊，这种就是最重要的，就是看场上的状况。我有看，但还是被打飞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离你那么远呢、欸，你是把我勾过来哦、喔？当我待在原地给你打哈，确实，还有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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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哎，激动激动激动！一、二、三、三、四 ，OK。杀杀杀杀杀杀！寒冰弓甲，寒冰吧你！又巨人，又巨人，巨人又来了！你不是巨人，还在那边，哇、哦，会疼，会疼，会疼！不想啊，我们那个中剑莫名其妙就用不出来了，少一招比较可惜。那你看，我们现在攻击感觉有变快，说不定我们已经变成那种暴气模式啊什么的。喂！你是不是偷偷弄我？偷偷弄我！别跑啊你！啊精英怪是你哦、啊，那陷阱精英怪，有够没水准！我把这巨人打倒！再跑你，再跑你，还想跑？哎、欸，他不太怕冰冻哎、欸，有没有用？他被冰冻还可以走一下，还可以丢东西，抗抵抗冰冻啊！这家伙没水准，但确实又跑比较慢呢、啊。来来来 ，OK OK OK， 哦，哦，舒服哎、欸，全破的东西更多，然后。哇，这个武器已经分数跟我们的差不多了。武器好像可以卖比较贵，所以绿色的武器，绿色武器，一点点钱也要计较。力量值，后面就是可以丢的。先努力的捡东西。嗯，绿的绿的 ，OK， 哇，还打到紫色装备，虽然没有一开始狂，一开始就直接打到橘色的了。我们先回去好了。哎，擦擦汗，擦擦汗。我查到正式版价格，真的假的？那现在测试版。就只要10枚300块钱，然后到了正式版的时候也会有额外的送东西，就是看你们有没有抢先体验。对，那不然的话就是等到正式版，但正式版通常价格一定会再往上了。对，然后是 Steam 游戏 ，Steam， 我们哇打到10等了，来看一下、哦、有没有什么可以换的，再点一次。比较高的就换了。盾的话可以直接看更上面的，337，好像还好。戒指为什么不可以穿？使用者马杀别人的戒，别人的戒不给带。武器，你看这523哎，已经打到523的。伤害其实是比较高的，只是左边有没有？左边的能力增加很多，有增加很其他的。看一下哦，有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？
统计数值，每秒伤害 DPS 350 366，所以其实换了这个确实会高一点，只是就是少很多的其他的能力。毕竟道具等级有差，左边的橘装道具等级才一而已，这个道具等级7，日炎伤害。我是觉得可以换的，可以换，反正这个就留着。然后这些是安雅，都是打到别人的武器。他可惜就是身上这个不能直接装在那个别的角色身上，一定要你再瞧一下。那我们把一些放上来。他这是跟谁换的？啊，随便啊。达米尔、安雅、玛莎、卢基安是吗？好像是哦，法杖。卢基安370的法杖还可以。我们最后对不对？当然要干嘛？让我们的一等角色出来秀一下。卢基安选择。哇，正式版我一定玩这只太爽了。哦呦呦，物品栏，哎，全部都共用啊，白痴哦，刚这么辛苦，直接来，刚那么辛苦，像个傻瓜一样，白痴哎，有了，这样我直接就可以去打一些比较棘手的了。啊，这是一起的，其实是擦护身符。我已经那个了，1.1111了，爽了。看看还有什么要换的吗？没有，左边的都比较强了。再借一下护身符，应该就可以打啦。直接一等就上了，管他的，对不对？让他知道我们。其实很强大的地表最强初心者。好，我们测试一下，最后来 play 一下，等一下哦，拔装备，拔装备。虽然哎，这个怎么还拿那么烂的项链啊？项链跟戒指比较难达到了，你这加的也比较少，放在身上的就不管了。然后练心脚也可以用这样借装备的方法。1.14K 啊，拜托啊，1.14K 啊，稳的呢。单身一个角色的主要伤害技能也是可以啊，都是可以看看怎么 play。然后最后。任务其实都打差不多啦，我们打个剧情，这正常一定是好高等级才打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初心者一等就可以打了，有什么困难？没有困难啊！我们是谁？最强火焰法师，秀一波。那等下就被直接被打脸了，没有？不会，没事，没事，研究一下。血斧特移动留下日炎，移除日炎，消除力。火焰闪电攻击，所以基础的话其实就很单纯啦，后面的才会比较有复杂。好，听说这里的敌人 啊是这个至少6-7等以上的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才一等啊，现在两等了，高了一点点啊，这里的敌人好可怕，有点让我小害怕，不晓得该如何是好。我只是一个刚来到这里的小法师，才一个等级而已，好可怕！啊，就 kill 我哎，吓死我了！啊，吓到我跑得这么快，把敌人炸啊！
有炸吗？有炸吗？我炸炸这里，我白痴。喂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不要过来，我会害怕，我会害怕，大家，我会害怕。这靶子真的好猛哦，但可惜就是，有没有我们其他的大招都还没学会。对，可是由此可知，你其实练新的角色也很简单，因为你只要先帮他打好装备，那其实主要是武器，帮他打到武器，那你的护身符啊什么的，你就是从主要角色扒下来给他，然后让他去打难的关卡，那他等级一定就可以快速的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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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上升。对，哦，连那个一起组队有没有靠队友帮忙练等都不需要啦，自己就可以来啦。对不对？你看，瞬间就三等了。嗯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。被打一下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可以把人打退一点嘛，还好。就左键，按住左键。这游戏很简单啊，按着左键，一切没烦恼，好吧，一切没烦恼。按着左键，完全没烦恼啊。走着走着，敌人怎么都没了。哎呀，来了是不是？来了是不是？加速！BOSS！ 哦，小精英怪，小精英怪！哎呀，很可怕，很可怕！人呢？他们都去哪了？我怎么都看不着了？啊，那就继续往前吧，反正人生就是这么的无难事啊！啊，哦，这个救来救去，移动好快啊，好可怕啊！哎，还好。我会按着左键，好加赞！我懂得左键怎么按住啊，只要我学会按住左键，相信不会有可以打倒我的敌人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一等打过来，打到四等了，真是好游戏，舒服，舒服，那这里可以过了吗？按啊，开启，走。干啥？捡东西。念咒语，念咒语，你在念什么咒语？我也是法师呀，好巧。我在这里干嘛？我是法师啊，来电你们啊！哦，跳很高，跳很高，推倒，推倒，就挂了。没关系，有下一波，下一波，不会那么快结束。哎，可以让我们多玩几下吗？让我们多玩几下，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slow motion 最后一波敌人 ，boss 来了 ，boss 来了，哦 ，boss 精彩精彩精彩万分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嘿 ，boss 果然厉害一点，嘿，加速，有小怪是不是？你有小跟班，小洛洛，哎，你小洛洛呢？啊，在右边在右边，哦，没了，小洛洛，你们在招，有招就好了，哎，你小洛洛呢？我没看到啊，我没看到啊，我连你好像都没看到。这个是几等的副本，我是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一等来，出去四等，直接升三个等级，而且毫无难处，简简单单，轻轻松松。哈，这只角色好爽，舒服舒服，经验这么多也是因为有这个啊，神圣眷顾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主角色是十等。所以等级当然会升的比较快，但是呢，关卡的难度是不变的，关卡难度是不变的，所以是确实我们好棒棒，我们好厉害。那我打完还捡到更强的装备，哇、哦，舒服，没问题，过关。好啦，不晓得大家觉得，今天为各位介绍这个游戏如何呢？《异教纪元》是不是玩起来特别特别的舒压爽快？这种的战斗模式其实我真的觉得还蛮喜欢的，蛮喜欢的。而且他练新角色其实也都还蛮不错的。哎呦，四级升高，三级装备可用，这不晓得是如何。I fear these pets.还是我们又获得了一个灵魂碎片，直接可以没有没有没有。不过这灵魂碎片刚莫名其妙就获得了，所以其实或者是玩那个暗杀可能就获得到了，我不太确定。对啊，你看，购买角色也这么的简单，直接就拥有，我觉得
很不错，很不错，好不好？就推荐给各位啦，大家也别错过啊！这个测试版现在比较便宜，游戏体验比较便宜，那正式版可能会再贵一点，对，但是是付费游戏，好不好？想玩的就可以自己去游玩啦。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今天的这部影片啦。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、留言，并且订阅我。我们明天也会有直播，好不好？明天有直播，我们下回再会，大家。拜拜。